抓紧篮板。哇，这球陈建中很努力的呢，希望制造一个进攻犯规，但是还是失败。他的犯规要稍微注意一下，次数也不少。陈建中真的是主将，到现在还没有下场休息过，那么现在已经四次犯规，不得不下场稍微休息一下。王少的表现非常优秀。那两个人在篮下呢是有一点冲撞，陈建中丝毫不畏惧比他高。哇，这就差一点，但是徐昭俊，哇哇，还好，惊爆狂猛，我用这个四个字来形容。来，一直追着徐昭俊问呢、啊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怎么样？表现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啊。这球，哎，国豪队已经把两次暂停全部用完了。这球陈建中完全没有动啊，纹风不动啊。关键是相当于是蛮拥挤的，造成没有任何人可以做这种切入。哎呦 ，Get out of here！Yes， 小黑这球盖一个麻辣火锅啊！这球差点打上了月球的轨道，已经脱离我们地球的吸引力了。当然，像这样的一个火锅表现，让这个现场所有的观众这个心情振奋无比啊！也让我们前面这个来自于纽西兰的转播单位的同仁呢，笑的也是这个嘴巴合不起来啊。应该是哭得合不起来。好球，这球小黑从后面再交回来，纽西兰队防下。小黑想拿下今天第二次的麻辣火锅，没有想到了裁判却认为是一次的犯规。小黑这球实在盖得蛮漂亮，不过呢，裁判不配合，看陈建州的第三次犯规。小黑真的要解释一下，因为这个国华队的板凳是在禁区里面了，现在除了小黑之外只剩下一个少伟。